is there? You want to learn Chinese in an easy and funny way? This is the right place. I'm Julie, and you are under this study. By the end of this video, you will be able to speak more than 20 new Chinese words or expressions. Watch until the end. I created a quiz so you can test your new knowledge. Let's go! Zhīdào, zhīdào, 不知道, 不知道, 清楚, 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明白, 明白 不明白, 不明白 懂, 懂 不懂, 不懂 朱迪的男朋友 叫什么名字? 朱迪的男朋友 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这家餐馆的北京烤鸭好吃吗? 这家餐馆的北京烤鸭好吃吗? 没吃过，我不清楚。 没吃过，我不清楚。你呢？ 你呢？ 我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他 刚才讲的什么？我没听清楚。 你听清楚了吗? 你听清楚了吗? 我听清楚了。我听清楚了。 你能告诉我一下吗? 你能告诉我一下吗? 没问题, 没问题。
你是哪个国家的？你是哪个国家的？对不起，我不明白。对不起，我不明白。你能再说一遍吗？你能再说一遍吗？当然，当然。你明白怎么在网上买火车票吗？你明白怎么在网上买火车票吗？我明白，我明白。你懂中文吗？你懂中文吗？我懂，我懂。你懂德语吗？你懂德语吗？我不懂，我不懂。他刚才讲的那个故事，你听懂了吗？他刚才讲的那个故事，你听懂了吗？我没听懂，我没听懂。那我给你再讲一遍，那我给你再讲一遍。现在我懂了，现在我懂了，谢谢。谢谢。测验，你懂英语吗？A， 我懂。B， 我没听懂。C， 现在我懂了。你听清楚他刚才讲的故事了吗？A， 我不懂。B，我知道。 C， 我没听清楚。你知道他刚才讲的什么吗？
A. 没问题 B. 谢谢 C. 我不知道你明白怎么买火车票吗？A. 对不起 B. 我明白 C. 没问题Thanks for watching. If you enjoyed this video, click like and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谢谢